漂亮啊！这个球你让我真的有点想到啊，东京奥运会那个5-4的神仙球，还是正手扑的，这一下反应非常快，这个进攻上衔接续上，落点变化，转正手，漂亮！这条直线真漂亮啊！这个时候樊振东感觉他有更大的进步成长啊，在思路上。你看这球也是有点急于去加质量，你看连续的这球有点板边，正手短，这样的话11-6奥恰拿下这一局机会。耐心，漂亮，好的呀。你看转到这种大陆的正手球，樊振东是有绝对优势的。身体旋转，这球被奥恰顶到了。已经意识到奥恰拧的这一板，樊振东也准备好。这下摆的有点高了。控制住，转正手，这不就来了吗？小心下一板。有了，11-7，这样的话大比分来到2-2，9-6。都是拧完奥恰一板直线。这样的话11-6，奥恰是3-2战胜了樊振东。这场比赛奥恰确实在反手上延续了自己一个比较强的单板质量。